首先，请你准备茶叶、茶杯、茶壶、热水。准备好之后，你可以用少少时间将冲茶的物品整理，用你喜欢的方式摆放。现在你可以将茶叶摆入茶壶，慢慢加入熱水，擺佢喺隔離泡一陣。邀請你將少少乾嘅茶葉擺喺掌心，然后合埋双眼，深呼吸两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现在可以翻返去平时的呼吸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嗅觉，你闻不闻到身处的空间有任何氣味呢？有幾多種氣味呢？呢啲氣味令你諗起啲咩呢？可以将手中的茶叶摆近自己闻下，继续合埋眼睛，用指尖触摸茶叶，仔细咁感受每块茶叶嘅质感，你又可以将茶叶摆近耳朵，輕輕地捽下它，你會不會聽到它的聲音呢？比起你平時認識的茶葉，感覺會不會不一樣呢？
呢啲茶葉都係喺大地嗰度種出嚟，係大自然俾我哋獨特嘅禮物。想象一下佢哋嚟自嘅地方，佢哋會係喺一個點樣嘅地方孕育出嚟嘅呢？而家可以慢慢打開雙眼，將茶葉放低，為自己倒一杯茶。喺飲之前，先用雙手感受一下茶杯的温度，闻一下茶的香气。慢慢飲茶，細細品嚐茶喺你口中經過喉嚨，佢嘅香氣、味道帶咗咩感覺俾你呢？一路上茶的时候，你亦可以仔细地观察茶杯中每一块茶叶，它们浮沉的形态。最后，邀请你再喝一啖茶，等茶停留在口中，然后合埋眼睛，再一次感受来自茶叶生长的山、水、味道，经过处理、浸泡，来到你口中，来自大自然的味道。多謝你的參與，跟住落嚟嘅時間，你可以繼續享受品茶嘅過程。